天穿着龙花鞋来图书馆练习，前进无间 crazy， 康伯和 Mary 弯弯刹车下楼梯，我们个个最牛逼，我们是气候轮滑队。Hello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临水学院广播台，每天中午12点为您准时送出的新闻综合节目时间，欢迎您来待客收听。今天我们节目组又来到了世界三大滑翔伞之地——尼泊尔。